家己做对的代志，好好啊，甲咱高雄人过一个新年。不过，伫过去一段时间，大家都有感受到伊家己做唔对的感觉，无嘛？吼、哦，伊到昨要投票进前，搁在讲了然于心，无愧于高雄市民。所以今日我相信，咱高雄人是有智慧的，咱高雄人目睭是会更开。咱高雄人今日一定要咱手中这边罢免票，甲韩国瑜罢免掉，咱支持甲韩国瑜来分手大公好唔好？哦，虽然主持人话甲大两瓜、细两瓜，话几啊讲拢烧声吼，不过最后嘛是爱看最后票数统计出来结果是安怎吼。啊，不过我遮吼，等下有一个我数字，我先来甲大家报告吼，每一区、每一区吼，目前咱初步计算落来投票率吼。每一区、每一区，咱投计算出来投票率吼，咱希望咱拢会使一举吼来突破25%吼。啊，稍等主持人一下，咱遮吼人少者，因手机啊网络不通吼，来我扶。来，我一区一区讲啦吼。在差不多要投票截止前吼，那、